救了我们的性命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Thank you.
你的慈悲心启动了，慈悲将不会停止，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。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。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，50416116。沙沙俱
各位道德阿弥陀佛，生命电视台一打开，哎呀，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，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，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，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。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弘扬佛法，对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心生命电视台，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出钱出力。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收看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普度众生的好的节目、动画、连续剧，请更好的法师，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，可以买更好的配备，制作更好的，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普度众生。所以各位多关心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